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马斯德。今天我们来改造战斗陀螺。上一集我们用了苍龙暴刃、凤凰飞翼还有恶魔锁链来测试 H 轴。暴刃的表现我个人觉得很不错，非常刺激又强力。但其实符合战刃够大够重的还有另一颗，就是这个魔导神杖。上一次啊，我们是把它当作对手来使用，就是为了要再改这一集的配置哦。这样就能有一个疯狂攻击跟稳定攻击的配置对比，但没有想到留言区呢已经有战友测试出来，那我们也就不再多说废话，马上就来看这次要介绍的强力配置吧。 Go！ 桌上这些就是这一次的配置。魔导的战刃啊，在不断的测试中发现它除了打击力不错，它的抗打能力还有超强的持久力根本是怪物等级，然后搭配上这个5-60轮盘还能够让持久力上升不少。但另一派啊使用的是9-60，因为刃比较小，所以对上邪色突击的对手它的爆裂几率会比较小一点。那我们这一次呢用5-60来测，顺便看看它的抗压性如何。然后轴心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主角 H 轴。这颗的介绍啊我们就不再多做赘述。把零件都装起来之后呢，这样就是魔导神杖5-60H。马上来对决改造陀螺，看看表现如何吧。
好的，全部测完一轮，真的觉得这一颗非常的强力啊。魔导战刃让 H 轴的持久力大大上升，然后 H 轴因为底部特殊哦，回中的速度非常快，反而让回场变得很有攻击力，让魔导又多了一个可以攻击的招式。那这颗硬是要说缺点的话，就还是会比较怕强袭型的轴心啊，强力扫到还是一样会飞出去。所以如果真的要玩这一颗的话呢，还是需要比较多的练习哦。在发射的时候呢，就要去控制落场的位置，把对决的时间拉到中后期，这样就几乎可以胜券在握了。好，那么 H 轴的测试啊，就到这边。我个人觉得，如果你喜欢玩刺激猛击的，你就可以选苍龙暴刃；如果你喜欢稳定求胜的，就可以选魔导神杖啦。这两个配置就分享给大家，也感谢上一次参与留言的同好们。如果有好配置，也欢迎再继续留言分享哦。喜欢这次影片的，请帮我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见啦，拜拜。